这是你的简历？是。啊，请你用一句话来简单的介绍自己。一句话？对，越简单越好。好，开始吧。说完了？啊，说完了。对呀，好，这就是我的形容词。那请你介绍你的工作经验吧。大学刚毕业，还没有工作经验。希望你下次再面试的时候，请带自己的简历。这是我女朋友的简历，这个才是我的简历。不用了，要不然你来看一眼吧。你可以回去了。先生，哎，你的朋友怎么还不来？啊，嗨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稍安勿躁，他呀很快就回来了啊。哎，你看，这不回来了吗？先生，你看这衣服。啊，我感觉这套衣服不是很适合我。那你要不要试试别的吗？啊，我想不用了吧，我们待会儿还有别的事情。不好意思。赶紧投资投资这未来的大明星啊，赶紧入股啊。我抢去啊。啊，抢多少钱啊？来，你可以学他。得了吧，正所谓这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孟子可说了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他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好了，别臭皮了，走了走了。出发起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累死我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明天会更好。小韩，嗯，我们分手吧。啊？是你们家祖传的项链，现在还给你。我妈已经帮我办好出国留学的手续了。这次认真的。
我们人生观不同。对不起。思雅，你是不是看我现在穷，没有钱，你才要和我分手的？你要知道，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他必先苦其心志。小汉，大学毕业这么长时间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自负，这么好高骛远？你看看这个家，你看看我们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放得下你的高傲，才能撑得起你的野心。进来吧。叫我们，东西都在里面了，你们搬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就这些东西？那个花瓶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他的东西全都在这儿了。哦，谢谢你帮我搬家。谢我干嘛呀？你自己找的人。别动！你们要干嘛？放开我！拿我花瓶，我们就走。我不想当男人。你，我来等等。你找东西。啊，找找。你过来给他看看，我来找。别动！Thank you.
你们要干嘛？放开我！我报警了。哎呦呦，别嚷嚷，一会儿啊就好。你们要干嘛？哎呦喂，多少太监公公啊，都跟您一样，现在不都好好的吗？来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就一刀。哎，别大呼小叫的了，我们这位刘公公啊，是晋升房数一数二的快刀手，经过他晋升的公公们都飞黄腾达了，以后啊我们还要指望着您呢，大人。嗯，我有癌，我有肝癌、肺癌、脑癌，我全身都是癌。嗯，大人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还有，天花，天道，天人，谁找来的？赶紧给我弄走！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良家女子！四雅，你也在这儿？分手了也用不着这样。原来是个弄包。小姐，此地离东厂不远，非久留，别耽误大事。哎，四雅。打我靠！别让我跑了！打不了了！打我靠！别让我跑了！别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听我吗？我他妈问谁去？
吗？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？刚才有人在追打我们，我们就躲到这里。追打？奇怪，看样子我们是到明朝来了。明朝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你们得听我的。停！这样啊，你们赶紧弄两套衣服过来，咱们晚上出城。这是我们擅长的。我咦？慢！张大人喊你们而去，各位英雄仗义相助，辛苦大家了。我爹的在天之灵也一定可以保佑我们这次行动取得那个燕贼的人头。小姐，你就吩咐吧。愿听小姐吩咐。刘叔，你从这里进去用火攻。王公子，你从这里进去，我和如儿从正门杀进去。去准备吧。站住！小子，闭嘴！别串门了。你们是何人？现在已是三更，没有手令，任何人不能出城。原来是守卫大人，我等三人乃是盲人，喝了几杯花酒，错失了方向。那你们快点转身回城去吧。不知守卫大人可否搀扶一下？我怕我们三人又走错了方向。小姐且慢，此人果真是董厂的燕贼。没错，白天我和如儿在城内看见他调戏良家女子。我没有。那就押司马给咱带路，董厂里的环境他比咱们更熟啊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押了。你们这是干嘛？你们这是几百人员，我可以告你们。燕贼今晚在哪个房间？哎，我都说了我不是燕贼，你怎么了思雅？你不记得他们俩了？他们俩就是去咱家的小偷呀。谁跟你是一家？让我杀了他。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大侠，我知道里面的情况。说。今晚上守夜的是我一个老乡。思雅，你可千万别听他们的呀，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告诉你。说，不过我带不了那么多。好，你要是敢耍花样，我就杀了他。杀！大侠，我得带我这个兄弟，一起进。押上。说。送包。
书。王公子，我看我们今晚还是按计划行事。好，那你们可得当心啊。你小心。洒家有今天，全都是拜你的主子所赐。淫贼，你残害忠良，会遭报应的。洒家就送你去见你的主子张大人吧。小爷四子小总都督，不行了，啊！原来你是假开城门让我们进去。今天我就要拿你的人头来祭奠我爹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不能相信他们两个，你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拿命来！哎，等，我不是太监。你看一下，我真的不是太监。哎。你看嘛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嘛，我真不是太监。孙子，你丫要是在我的地盘，我非整死你不可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你爸爸。你到底是何人？你真的不是我的张思雅吗？
她是我们家大小姐张巧玉。你和我未来的张思雅一模一样。未来？其实我来自2016年，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发达的现代城市。张思雅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现在你们知道我是谁了吧？你是神仙？啊？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就算你不是阉党，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鱼儿，我们走。如儿，押上他。是。哎，你鱼儿，我们不能带着他。走。现如今咱们已经暴露了，在没弄清楚事实之前，不能放他走。那就杀了他。滥杀无辜，和东厂的阉党又有何区别？家，你知道回家吗？花瓶找到了，就是。那你想想办法。咱们回去也得死，你看看现在咱们多好，咱们有这么一大帮人跟着咱们后面，多威风！嘿。威风，哎，哥，这古代是绫罗绸缎吗？行，我要是喜欢的话，买给大人。买什么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什么中意的东西。我发财了，我们能回家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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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面去，都给我买下。我看您这些个东西呀，你有九十一，想你了，大人呐，您看这出去。大人啊，这也太少了吧！我腻歪了，师傅。小的不该，小的不该。可这也……住手！大哥，碎了！我的宝贝呀！大人。此人不识抬举，小的也只是想救你。我说你抬不字抬举，把老
这东西给砸了，老子要弄死你！这些，这是些普通的瓷器，但是您要是喜欢的话，小的，小的还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你。还不给我走去！不行不行，告辞告辞，还不快走走！我的宝贝，月哥，全碎了。我的宝贝，公主。上近日催问得紧，烂党不出，洒家也是彻夜难眠呐。督主放心，我兄弟二人定将乱党除掉。好，那洒家就给你两日，一定找出乱党老巢，你看如何？是。这次一定要将乱党一并歼灭。咱们歇一会儿吧。不，不能歇。大仇未报，我寝食难安。等咱报了仇，咱们远走高飞，自由自在的过日子。明哥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为了你，我无怨无悔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爹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回来。如儿，你不要着急。我们现在就去城里看看。等等，现在满城贴满了我们的布告，现在我们去等于送死。我知道有人可以去。谁呀？这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死了没？我死了你怎么办呀？别老动不动就拔剑行不行啊？没死就快点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晕马，我们走路行不行啊？能不能别总这样看着我呀？好歹几百年以后咱们还是夫妻呢。住口！啊，行行行，反正我不管你是张小玉还是张思雅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思雅。你要是再敢飞，小心我割了你的手。
月光，你尝尝尝，可好吃了。你干嘛呢，月光？你还吃啊？赶紧收拾东西，我们一起出城，快点。吃点烧烤啊，月哥！我烧你妹啊！再不跑，咱们就死在这里了。啊！赶紧找点值钱的东西，快点！好好好。月哥，我好了。我说壮爷，您是我爷啊。你是不是虎啊？啊！哥，你看，咱赶路也得吃饭睡觉不是？你给我扔了！扔。二位大人，来来来来，看你吃什么东西，满脸都是。大人，这是要上哪里去呀？这是我需要向你解释吗？小的多嘴。对了，大人，这是大人您要的宝贝。每次说话用这能吓唬人行？奸贼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说，你们把我刘叔怎么样了？他跑了。不，还不说实话？他被大公公一掌打死了。来得正好，燕贼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大胆！等一下，四爷，你打不过他们的，待会儿你先跑。曹姐姐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！你可是我的梦中情人啊！
我可终于见到您的本人了！哎呀，这头发可真美，真顺滑，还有这皮肤，吹弹可破呀！哎，曹姐姐，何必舞刀弄枪的？哎呀，这宠物真好看。姐姐，你的皮肤好好呀。哎呦，我真是喜欢死了。既然这么喜欢杂家，那等杂家收拾完这帮反子，再与你把酒言欢呀。大家快跑！Thank you.
这项链能穿越时空的项链，哥，哥，我饿啊！我跟你说，回去啊，把这项链交给老板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比古董花瓶还值钱的。走。各位乡亲，今天小女抛绣球，招纳贤婿。但凡年龄在20至40之间，家无妻室者，均可接绣球。对，你家绣球。今天哥给你请嫂子回去怎么样？嫂，走，好啊！这里面都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些都是程记张爷要的货，都是些药材。
告诉我，这是什么药材？孙捕头，这个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孙捕头，这我们冤枉啊！这不是，全部押走。孙捕头，孙捕头，哎，孙捕头，孙捕头，我冤枉啊，孙捕头，就是这样。小姐，说，我看那位公子长得贼眉鼠眼的，不像是个向善之人。管他什么人，反正我也没打算嫁给他。不过，倒是可以拿这个给他尝尝。稍微等一下哈，你拿着吧。我说，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是来找你们家张员外的。你是谁呀？啊，我们家老爷是你想见见的呀？行了，赶紧走吧！啊，赶紧走。可是你们家小姐的。行了行了。我还会再回来的。娘子。娘子，娘子，我来了。要何事如此惊慌？妖怪！
胡闹，哪里来的鬼啊？宁儿，闹够了没有？真没意思。你都成亲的人了，还这么胡闹，你看把你夫君吓的。爹，他是你的夫君，又不是我的夫君。那你还抛绣球干什么呀？好玩啊。大壮，哥，太阳，哥，怎么了？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自什么西红柿啊你？好吃。这地方不能待了，咱们赶紧走。不是，怎么好好的又不待了？这里有鬼！老张，咱们赶紧走，收拾东西走。刚才是配对比例不对。喂，你是谁啊？本大小姐的事情用不着你管。女孩子不适合玩炸药。你懂炸药？一点点。哼，你有本事做给我看看。
要不咱们赶紧回去吧，看他不像什么好人。哎呀，看谁都不像。哎呀，小贱。什么呀？我叫李霄汉。师傅，小女子就像有礼了。小姐，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，你别理她。哎呀，小翠，把你先不许说话。师傅，跟我回家吧。大人，下去吧。宋捕头，此事没有什么纰漏吧？请大人放心。田掌柜，此事万万不可声张。小的明白，大人。宋捕头，以后还需要二位多多关照啊。客气，客气。大人莫慌，小小心意。太客气了，大人。那咱们以后官道运输的事儿，好说，好说。多谢大人。多谢您光临寒舍，啊，这事儿咱就说定了。来，请。杯中无酒。大人，请看。
钱。高，实在是高。谢谢大人，来敬您一个。你等是何人，竟然如此大胆？知府大人，宋捕头，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我爹他到底犯了什么罪。你爹他私自贩卖鸦片。那证据呢？张大小姐，令尊的案子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啊，那个宋捕头亲自查获，那是人赃并获。人赃并获，我看你们才是蛇鼠一窝。放肆，本府最公道，现在是证据确凿，除非呢你有证据证明令尊是无辜的。证据，证据，大小姐，啊！师傅，回去帮我。我要做几个炸药。做炸药干嘛？月黑风高杀人夜，今晚我就去炸了他们。不用炸药，我有办法救你爹。真的？走吧。都是这项链搞的鬼，这里啊肯定有什么机关。我找找。来一路的定开，慢慢的哦。宁儿感谢各位能在我爹遇难的时候还能在我家。如今我爹含冤入狱，宁儿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救出我爹。
有会写字的吗？我会。我会。这边请。剩下的人，你们几个去研墨，你们几个去裁纸，其他的人去弄一些浆糊过来。大家快去忙吧。是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在我们那都这样干，效果可好了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没什么，走走走，我们快贴下一张吧。满朝文武着锦袍，语言语阵不分好坏，一杯美酒千人血，数碗肥羹万姓豪。人类落时天类落，笑声高处哭声高，牛羊富裕豺狼牧，物尽皇恩为尔曹。哎，这写的什么意思？这肯定是献给贪官知府大人的一首诗。是先皇辱骂贪官污吏的事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细细追查下来，我这人头不保啊！一夜之间，满城风雨，必须敢死！我马上就去清理。怎么执行？怎么清理？严掌柜，哎，大人，你说呢？大人，小的有一计。大人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杀了张员外。接着说。至于这个全身粘贴的告示，大人大可不必焦虑。要是皇上问起来，就说大人这是在警示自己做一名清正廉明的好官，且穿越大街小巷，百姓监督。大人，
说不定还能得到皇上的褒奖呢。真不错，谢谢大人。还不速速去办呀。过来过来，王爷长，快快快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废物，让我拖走来。先皇一去，清正廉明，造福百姓。大家传阅的就是先皇辱骂贪官的诗。知府大人请求大家监督，因城西张员外私自贩卖鸦片，有损国体，于三日后出斩。好，好。公子，请喝茶。小汉哥哥，青儿怎么还没回来？别着急，这城外很多百姓都受过你爹的恩惠，想必现在已经是闹得满城风雨了。来，坐。可是我还是担心啊。这孟子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”小崔。有消息吗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三日后出斩。什么？不会搞错了吧？千真万确，衙门的人还把布告都贴出来了。这布告，百姓们没有看吗？一开始是有人议论，可是后来衙门的人说，那些官员把那些布告贴出来，是为了警示自己，好让老百姓监督的。无耻！无耻！小汉哥，你说怎么办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宁儿，你先别着急，容我想想，容我想想。不要，不要！再往哪儿走？Oh.
要回家。我的项链已经丢了。我的项链，这个项链。想要回家可以，但你们得帮我一个忙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灵儿，我有办法救你爹了。刘知府，刘知府，谁？财神爷爷，财神爷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大胆之福，你可知罪？小的何罪？请爷爷明示。城西张员外乃本尊座下散财弟子转世，如今你却要将他处斩，该当何罪？哎呦，爷爷，小的不知道张员外是散财童子，还请爷爷恕罪。免了，只要你将他送回府邸并磕头认错，本尊便可饶恕于你。可是刑部的批文已经……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本尊自有安排。不过今日之事不可外传，切记，切记。张员外，爹，爹，爹，那您受苦了。爹没事，爹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小海哥说的没错，你一定能回来。张员外，受惊了，本府给您赔罪，知府大人。您这是折杀老夫啊。妇女团聚，请二位。爹，咱们走。偷的那个男人是什么人啊？哼，现在应该不是人了。哥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
上双眼无法入眠，脑海浮现你那天真笑脸，你的激动因他而出现，留下我一双悲伤的眼。爱已破碎，梦已难圆，转身离去无视我的眷恋，强忍悲伤愿意将爱挽回，你却消失在我的视线。消失在我的视线，说好。